再来看，就是最近在南台湾正轰动的，占地讲有90公顷的这高雄的这义大世界，已经啊，伫这顶礼拜来进行这全区的试营运咯。两天都有正侪乡亲啊，讲要去看嘛呀，想袂到讲吼，这试营运这部分啊，那发生讲这停电，有这摩天轮讲掉地顶管，也佫有啊，正侪这安全性的问题哦。两百人民币，就先询问一下店家，有没有提早部分的店家可能是没有使用的。义大世界乐园试营运就算已经进入第三天，早起10点还未到，门口也是足多人排队。不过30多项的设施，其中有4项未使使用，票价煞干啦犹太90元。这几天已经引起民众的讨论和怀疑。大概4项的设施，并没有开放。那也针对这段时间，我们对消费者有一些回馈，就是不管是散客进来的，或者团体进来的游客当中，我们每位都给予200块的商品券，来做一点我们心意上的一个表达。试营运期间，整个义大世界也是有部分的设施也是酷热的时间，慢慢发生停电90分钟，让民众受困在摩天轮顶端。对试营运有合法无？高雄县政府嘛进行调查。他不能就还没有取得的部分游乐设施，用偷渡的方式或混充的方式去使用。目前能够用的这些的游乐设施，都是属于呢取得使用执照，而且经过安全合格检查。虽然开放使用的设施都合法，安全无问题，业者嘛对消费者做愈侪优待，但是消保官建议业者嘛是爱做好预防进前的各地甲说明，才会使减少消费纠纷。记者王国昌、闽家群高雄报道。